会进入到红毯区哈。来欢迎我们清水柔。这首次呢，我们这一次哈、哦，我们行进当中，咱来淘宜淘滇哦。那我们清水楼的设备非常非常的大家呢平常可能呢会看到，但是他们呢也是用席去制作的这所有的这些装备哦，非常非常的庄重跟非常的珍贵哦。欢迎庆顺进来，也谢谢呢我们这些三轮车呢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谢谢您，谢谢。那谢谢我们这些拖车的好朋友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。欢迎庆顺进我们的大旗队哈、哦，我们的旗队。